跟你们觉得可以吗？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其实可以。我觉得很普通。耶，切，啊啊啊！当我被人没夜工作，从长水起飞，就是完全以技术取胜的那，就是他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。酸的滋味，我只能独自体会。想要回到过去，但是时光不能倒退。小门口美味的路边摊还在不在？包里塞的小吃，那是外婆给的爱。我觉得一个很稳的发挥，吃得到一个命运的发挥，我就觉得情绪是他教我如何起跑。我觉得我不行，我觉得要知道话，努力学习以后才能把歌写好。于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那个美丽的春天早已变成我的纪念。